Hello，学士们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面积，三角形与四边形的关系，一乘一是正方形的面积，边长乘边长。面积单位呢，可以是这么多。长乘宽就是长方形的面积，而三角形的面积呢，就是把它除二。其实还有很多情况也是，它的面积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这三个三角形其实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三角形的面积。我接下来还有一些例子。那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的话呢，请买林老师的25道题精解奥数三角形与四边形，谢谢。